讲的是丫头吵架的，我在忙着的。你早肯定讲个吵项目，我就讲给个都只有你发的。没有追，这个东西他不会追的，当几下就好了。是其他的吵架当，他是夫妻关系的这个事情。我要离婚，我不离婚。哦，跟你们大起大量，夫妻的一个夫妻的那个兄弟雇了